哎，俺们这一级这么猛，有个布隆还不上，跟我上，跟我上，往前走来，给我直接往里进。谢谢594洛洛的班卡，谢谢南无汉的叉叉叉。去来。全军出击！我干了，往右边走，漂亮！我们先学个手，然后先跑一走啊！给我急火了，这个你干啥呀？没助攻，赶紧回家！哎，可以，把木木杀了。这不追了，这拉克斯扣中，这不死了吗？这不追了。谢谢黎明有梦想。助攻都没有，我们就是主要是负责卖的。那 ADC 闪现让我打出来了，没办法。没有退路了。哎，丢了三个兵啊，我这血亏呀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Killing spree.挥霍残忍吧！不灭拉尔啊！我们失去了前期的耗血权啊！你怎么进塔了呢？还靠，有点烦。但是你还皮，我就不明白因为啥了，兄弟。不是找不闪，找那位置跟不上，你知道吧？找那位置，我看我好像闪现 A 不到他，我刚才必须得闪现平 A 接个扣，他才能死。先来个红宝石，攻速剑，不是攻速剑，攻击力剑。A 接 W 溜 ，A 接横溜横一走，啥意思？干一下，啊？能打得过鳄鱼吗？这不死了吗？一上来 A 接 W 溜一走。虽然你变大了，但是你还是一个弟弟，你还是没有我大，让你知道哥哥有多大。
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 Shut down. 等他一会儿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一上来升一下 A。塔皮，这么快的吗？不接啊！掉人是吧？掉人就有点过分了，给我下当了。皮孩咱就不要了啊！哎呀，这不是拉尔下当的，我应该给拉尔啊。不，他不下当那不值钱。铁刺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它改变成推不了线的铁刺鞭。离谱。你给我晕行为行为行为。马上死，五四三二一。开大招，一过来，闪现金库和铁蛋 A 接 Q， 不过不值钱呢。要是上一波是他杀的，我就好了。打个红的。呀，他传过来了。啊，木木这么喜欢杠克的话，那我们让他野区一个野怪也没有吧。A 接打法溜 ，A 接 Q，A 接 E，A 接点烟铁刺鞭死，把他石头人给他打了。这么喜欢杠克。好大呀！你好大！我把上塔推了。那含羞蓓蕾怎么才六级呢？单吃一层塔皮，你敢把 E 用了，那你下波咋办啊？
晕住，开大招 A 接 Q A 接 E 穿死。卡木木还打小龙呢，把他打死！怎么中国大陆给我打电话？这是什么呢？喂、哎，人寿保险，谢谢猴哥，我也看斗地主的大火箭。人寿保险，泰康人寿，泰康人寿跟中国人寿是不是一个公司？那肯定不是。这就跟可乐跟口乐一样，那肯定不是一个东西。你瞅啥呢？再见，等死了，非得要打，非得要过来打我一下子，你看，今天不把你杀了就不让回家，是不是？我把他杀了。让他舔，帮你推一波中。永恩行啊，他敢杀你吗？没事，他不敢。嗯，这小光头今天我不治治他，你给我破盾，和血战斧接钩 A E。家没伤害，这辣耳上路拆我塔拆的挺欢的。这不管就一直拆呗，那你管一下子吧呢，不管一直拆这哪能行呢，你是哎呀，谢谢 M1918361 的大火箭，谢谢大家火箭啊！大家今天双倍亲密度，想送飞机火箭可以送，现在送一下，一个火箭相当于俩火箭，开一个皇帝相当于俩皇帝，今天不开再等一年，我跟你说，还不抓紧时间。怎么的，我是治不了你了还是怎么回事？哇，开始皮仗了啊，来再让你 A 一下，再让你 A 一下，对，把闪现交了，假装上补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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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假装上上了。哎呦呦呦呦呦！啊！给我扎死了！
这把我决定先出黑切了，我先把黑切除了。哇靠，这永恩十一级呀、啊、这也不是单杀呀，那拉克斯怎么才九级，他还没那拉尔等级高呢，好像那永恩好像挺肥哈、啊、他们几个是不是要打峡谷先锋，让我看看啊，我死前巨鳄是不是得治治你们了，小光头干什么，你小光头打我，你给我刮痧吧，你怕死完就是你，所以你在那点我，谢谢杨超越的脑功的飞机儿，真惨呐、啊！我要写个惨字。直接杀，先帮布隆扛一下塔啊，不要着急，抽一下和谐战斧接平 A， 过来 E 上来 W 晕住平 A 接 Q 死一个，卸手还有三秒钟吸地，看看永恩上哪去，搁这儿呢班，嗯，谢谢莱茵 A 桑，我们的韧性太高了，黄蜂之力可以，可以呀 ，A E E 斗斗位，和谐战斧接 Q， 哎呀，和谐战斧回血回的咋那么少？而且这蟹手也好少啊，盾也少，回血也少，都好少啊。我下当多少钱呢？800块钱。磕了一个人，我磕俩人啊。嗯，磕血削了，我知道磕血削了。那这还让不让战士活了呀？这还。这脆的跟个籽儿一样，那蟹手100加上225乘以刺血乘数，假如说5×51000/1100才1100点血，我要打一个人也就是300点护盾值，天哪，还没个影魔刀多呢，影魔刀都提供280，ADC 一直加强，战士一直削弱，这说明啥呢？其实我告诉你们啊，就是在那种非常高端的角儿，上单一般都是工具人，
只有 ADC、APC 才是后期主宰比赛的关键，知道吗？这永恩动都没动一下。你们说玩 ADC 非常难打是因为什么，你们知道吧？因为 ADC 没有人保，对不对？平时那辅助不知道干啥去了。你有，假如说你有个辅助保你，我跟你说，那就 ADC 其实玩起来非常的油，那一个上路根本就打不死，不像人很难受。我推理了，给你。